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九月三十号哦，旧历的八月二十六号，礼拜一。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康瑞洪台造成彰化市安溪东路二十八号的透天厝变成危楼，怪手是来进行这拆除的工程。不过中建经费是伫个多位的居民是希望政府会当出手来斗相共。纪念孔子2563周年的诞辰，这个祭典哦，全程是遵照古礼来举办，气氛是真庄严肃穆。另外，伫这个日本的九川关小松市哦，举办这公司义长哦，是率团来参加南寮宫十月卖吊剑回銮活动，这个宗教甲政治哦互相交流，希望创造这个双赢的局面。后来新闻一开始哦，来关心这个彰化市安溪东路的江南花园城哦。近前因为受到这个康瑞洪台的影响，连日豪雨哦，造成这个地基未稳，28号的透天厝哦，都未当大人啊。九月三十号的早起哦，怪手嘛来进行这个拆除的作业哦，未少的住户嘛专工登来关心。虽然这个拆除的费用哦是县政府来负责的，不过要是有民众哦看到厝房拆掉迄一瞬间哦，忍不住哦是真艰苦，目屎是安尼滴落来哦，嘛希望政府会当出手来斗三工，帮助民众来重建。完工顺利。施工人员甲当地住户诚心祭拜地基主。是家己去搞。扫落来，磕头机开始动工，要把这28号已经未当阁住人的透天厝全部拆掉。看到住20-30年的厝要拆掉，住户是真唔甘，加上又阁有贷款要未达完，真侪住户是愈看愈伤心。心情也无偌好、啊。心情都郁准下。郁准啊！有哪有偌好？无奈啦吼，真无奈啦，系啊，无奈嘛是安尼。心情歹啊，无歹感觉啊多。爱哭莫。对。嘛是啊，面对现实，计看会较紧，甲阮气起来袂尔。负责拆除的管护建设署表示，康瑞洪台带来大雨，或者28间透天厝地基骨断。伫咧会同建筑、土木甲结构技术等专家鉴定评估以后，认为这28号无适合阁住人。为着整体区域的安全，伫取得所有厝主同意之下，由管护动用预算进行拆除。一些如果拆除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他们也可以做一些询问跟一些那个措施的配套啊。那有关我们执行拆除的时候，那也会有警力的配合啊，那配合我们这边哦执行维护治安啊，那也管制车辆的进出哦，那也会未来的时候租屋有一些的需求的话，我们哦县政府哦也会有全力的协助哦，那跟配合的方式啊，事实上，伫拆除进程，县副主席嘛专工来慰问住户，发放慰问金。关系到未来重建问题，建设署强调，必须等到整个拆除的工作完成以后，重新探勘当地地址，搁较爱评估后续重建的经费，在尊重所有住户意愿之下，再过来讨论。大专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好，过来庆祝孔子诞辰2536周年的纪念日哦！彰化县政府嘛伫孔庙来举办一个祭孔的大典，县长特别员哦嘛率领这少年的学子来行过这专工布置的庆贺门加这崇会门，要让学子会当努力读书，增长一个智慧。
透早五点，国家高级中华孔子庙是准时来进行孔子公2563周年诞辰祭孔大典，首先是庄圣祠的祭典。在结束庄圣祠祭典以后，大圣殿的祭典也随后来进行。祭典开始进行，一年才开一次大门的中华孔庙，也在这个时阵开大门，然后由主祭官来迎神以及诵读祝文。在咧大圣殿祭典当中，上受瞩目也是由信义国中36名学生来担任的六义武义生。这几年告诉说都没遇到休困日，今年刚好是礼拜六，所以前来观礼的民众明显增加。主办单位又举办轮椅心得征文活动，安排这种学生参加祭孔典礼，也在祭孔以后颁奖表扬。馆长杜佩元表示，每一年县政府都会遵照鼓励来举办祭典，除了缅怀智圣先师孔子以外，也有机会让学生囡仔来感受传统庄严的祭孔仪式。要举办祭孔大典，要经过长期的筹划演练，也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家长、同学，大家今天起个大早来共襄盛举。今年官府嘛再度将孔庙两边的祭门布置成勤学门甲聪慧门，互关内民众甲学生做伙行过这两个门，希望会当互学生囡仔会当勤奋向学，增长智慧。大家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好，同款哦，热热滚滚的，也阁有一个彰化市的中药机械公司哦，共创立满30周年，29号，这个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嘛，专工来到咱彰化，替这个中药的机械公司主持30周年的结拜活动。彰化市中药机械公司用心经营，29号欢庆创立30周年，三亚街有真侪头家出席祝贺。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嘛特别到现场为中药公司告白，贺乐中药机械的成功经营。我嘛看到讲，咱药管理员这间公司真正无简单。民进党创党27年尔，伊今仔就现卡起哩，加3年，伊讲伊30年啦。我27年都来啊，30年当然爱来啦，你听好听。中药机械董事长嘛是县议员吴玉宽表示，对基层后手慢慢奋斗，感谢一路行来大家疼痛，嘛用心争取地方的进步发展。中央虽然后手啊，人过去甲讲，你民进党大概唔是拢真顺，啊看你乌乌啊，感兄弟，我讲唔是，我是咧做后手啊。马乌乌啊，就是认真招总、认真拍拼、认真服务，所以马乌乌啊，这天生自然的。不管伫工厂细细啊，但是阮从农业来做，不管是恁家支持个单面工资的时候，我依然同款非常的努力。彰化市政府建副表示，无到一半公司会当成功经营超过30年，中药机械是企业界典范。根据咱国内企业的这个调查，一个企业要生存要超过30年呢，无超过50%，无超过50%。所以讲呢，员工呢，咱遮祝福咱的中药业公司啊，会当呢永续发展。中药机械30周年庆的场面是真热闹，显示吴玉宽、谢芬兰、翁阿母功德神恩，甲企业经营成功的一面。大众新闻台请中华采访报道。讲过了后，带乡亲来看之前咧看到即个家咧红啊戏哦，带了泉州市的即个木偶团是来到这福建的大轮表演。这每一个家咧红啊哦，爱真骨溜的安尼荡来荡去哦，讲需要36条的线来控制才会叮当哦。马上回来。
收看《大中华新闻》。2013彰化妈祖绕境起驾晚会将于10月4号晚上6:40在社头乡天门宫前热闹展开喽，邀请乡亲一起来到岛内。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在8月27。根据这通书的记载，明仔在在位哦，公爹正当风，何时是下晡3点到5点哦？下一个祭祀，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好，新闻继续来看这政治交流的活动。日本石川县哦，小松市议会这个公司议长是带着在一名的官员来到咱彰化市参访，暗时哦，讲嘛要来参加这个南瑶宫十月卖的吊件回銮活动。彰化市跟日本石川县小松市交流再进一步。今年5月，市长柯建富率团参加小松市旅游节庆典。今仔日小松市议会公司议长率团11人特别来访，参加南苗疆十月马要敬祭后最后一天的回銮活动，建立双方深刻的友谊。这也是呢，咱两个城市第四次的这个交流。那么因呢，咱伫今年5月有去日本参加因的这个儿童戏剧这个文化节，那么今天伊特别来参加咱的宗教文化节哈，那么这也是表示两个城市有进一步的交流，对咱日本跟台湾两个国家来讲，有一个真深的这个意义。那希望讲咱彰化会当有国际这个知名度，会当提升咱的能见度，会当呢增加较侪的宗教文化，当吸引较侪观光客。市大会副主席林素贤嘛，热心欢迎小松市议会参访团，希望拓展两市更加扩阔、亲热的多元交流。而且代表彰化市民代表会表示欢迎之意，不管是环保、经济、交通、教育，以及整个城市城乡发展、环境建构品质上做上大的建言，也希望两市友谊永固，成为我们未来朝向精致化、科学化、优质化的市政建设蓝图来努力。小松市参访团除了参加30号暗时南苗疆十月马吊件回銮活动以外，也将参观彰化市新型车库、彰化师范大学和产业界，增加观光、工商等各方面的熟悉，创造未来合作的机会。大众新闻台门市彰化采访报道。再来哦，来关心这个彰化县政府为着向民众宣导这个交通安全的常识，公司伫八卦山大窟头前广场举办这亲子的健行活动，活动是吸引这上千人来参加。另外伫现场哦，除了有这个歌星演唱以外，阁有真侪可智慧的闯关游戏，嘛来建立着一个正确交通安全观念的效果。停红灯时不可以超越白线，对不对？好，答对了。咱咧骑车啦，还是囡仔咧耍啦，伫遐走来走去，还是伫遐耍球吼，咱伫遐拢会拄着。咱大人开车还是骑都歹，个要注意，吼、爱注意。小朋友骑电动车还是正确的交通安全规则。边个单位嘛举办交通安全影片宣导，提醒重要的用路规则。悠悠家族的草莓姐姐活泼的带动唱，更加是吸引小朋友热情来抢答。彰化县政府29号在八卦山大湖广场举办年度大型的交通安全宣导活动，吸引上千名亲子参加。给他们有一个基本交通观念呐、行车安那个在交通上面有安全方面要注意一下，要系安全带，还有走路要走斑马线。护
馆长杨忠表示，这几年车流不断增加，用路不管是行人或者是汽车驾驶、骑机车的人，拢必须了解各项交通规则，保障自己和别人的用路安全。交通规则常遵守，学长教好的哈、啊，幸福平安乐悠悠，各种交通工具哈，大量的成长，道路的使用率也提高，道路的交通车的流量提高，所以我们要特别呼吁我们用路人要劝劝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管护强调，民众要建立正确的交通用路观念，保护自己嘛，尊重别人的性命安全。大众新闻台记者彰化采访报道。另外，这个福兴乡的大仑清境宫哦，举办这台湾清水祖师交流协会哦，这第一届联谊会议哦，是邀请到这个大陆泉州市的木偶团来公演，透过这江中36条的线来控制这挂家的人啊，让因的这个动作就敢那真人共款，甚至可以当进行真有路的表情变化。大陆泉州出名的咖喱戏来咱福建演出，吸引真侪民众前来观赏。这个下组戏的目标是布袋戏哦，那还有一个呢，是基本上无咧做戏，跳钟馗是铁山目标哦，吉祥木偶啊。这个泉州的这铁山目标戏呢，伊这个目标是用木偶的身顶是。有30几条线，20几条到30几条的线，来控制木偶身顶的关节来进行表演的。那这种艺术呢，伊需要这个演员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咱即摆来讲，大家表演的跩演员，拢有30年以上的年龄。挂咖喱红啊，会叮当加，遮尔啊逼真，动作又够有力，全拢靠着这老师傅手中的这挂线，到达这36条线，操控这个咖喱红啊，每一个关节，互乡亲是看加真入迷，嘛感觉上价值。级别，我爱咱即挂表演哦。食白金啦，伊敢若用一梭啊，我有法多遐侪条梭啊来表演只猴，哦，会变作讲哦，迄一个都变作木偶，有法多来创作闹正，哦，有法多踮遐徛孔明车啦，踮遐安怎，哦，会使讲哦足白金的，而且会使讲哦，即到即摆我到即摆拢也毋捌看到，会使讲哦，我足看了，哦，感觉是足满意啊。这个提线木偶戏伫咧大陆共有2000多年的历史，即个会当邀请到泉州木偶团来到福兴乡的大仑川清境宫来公演，是真难得。卖使讲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嘛互袂少的戏迷看甲真欢喜个过瘾。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在月初一开始哦，讲这个电价起价哦，生活用品嘛对得起哦。但是鹿港一间真出名的这个肉包店，头家就讲哦，要回馈乡亲，家己吸收成本无要来去。讲过了后，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我支持柯建富。我唯一支持柯建富，柯建富，邱建富，柯建富，邱建富，柯建富。我唯一支持柯建富，我支持柯建富。请大家支持有能力、有行政经验、有执政团队的柯建富。拜托大家在10月7日、7日接到中央馆长民调电话，请你讲出唯一支持中央馆长参选人柯建富。拜托伫厝的固定话，多谢多谢。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南投、彰化和台中三县市丰富的农业特色，要让你一次看个够。2013中台湾农业博览会10月5日在南投中兴新村隆重登场，敬邀您莅临参观。
化新闻和新闻介绍来看这个音乐大师尤聪冠的这个创作手稿哦，是头一届伫咧这个中华生活美学馆哦来展出。尤老师除了现场演唱伊的创作歌曲以外，嘛要予咱中华乡亲哦，会当感受到中国古诗加西方音乐结合的奇妙世界。月亮挂在天上。音乐大师由清华教授现场献唱，妈妈留在家。结合中西音乐风格，乐曲是由教授创作的风格。老师讲，家己一生就是乱来，少年的时阵真反骨，随着慢慢成长，把反骨的个性转换做学习的动力和目标，嘛，可以学到真侪物件。因为台湾早期音乐学习的环境无好，28岁时阵出国重新学音乐，要借着音乐来甲听众对话，嘛要借着音乐。来表达对宽古的不满。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作曲家凭灵感，啊，然后作曲家丰富的感情，啊，其实我们作曲家做的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被人看到了，其实大部分是理性的，我们有很多的理性的过程。然后以我这个天天作曲的人，没有灵感。我就每天坐在书桌上就做了。本身也是音乐家的中华生活美学馆馆长讲，尤老师是台湾音乐界的奇才，音乐的创作风格相当特殊，常常是结合中国的古诗和西方音乐的特色来创作出美妙的乐曲。对作曲家来讲，手稿的展览就可以看到一个作曲家的轨迹，或者看到一个作曲家创作的历史。那从年轻的时候，也许比较不成熟的技术或不成熟的想法，一直到年长的时候，各种不同风格的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很荣幸邀请到尤昌发教授来担任我们第一个系列看见台湾声音的主作曲家的展览。主办单位强调，透过音乐创作者的手稿展出，要让用耳仔听音乐变作用目睭来欣赏，让民众近距离接近音乐大师的创作心境。台中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后来过来哦，是甲这个民生问题真有关系，就是这个10月7日哦，讲这个电价要来起价，电价嘛来带动这个米粉哦、牛奶粉的价钱又搁要来起价哦，连这个肠啊嘛起到500块。在这个鹿港真出名的这个肉包店哦，头家就讲哦，3年前起过价钱了后，这个包啊价钱啊，甲这鸭料嘛来增加不少的大细甲重量，因。是伫咧即届即波即个起价风波当中哦，头家为着要顾客回馈因的福利哦，即会当家己来吸收成本，讲即个包啊绝对袂来起价。师傅精实的软皮包啊包包啊，这都找好的肉包，白白碰皮碰皮，白干满满，真好食款。另外，这一卷一卷啊，料满满的肠啊卷哦，这一百肠啊就要500外，让头家强买挡袂掉。几乎没有一样不涨，哦，包括面粉，包括我们使用的奶油、使用的奶粉哈。哦啊，包括我刚刚我各位有看到那个葱，哦，葱的话涨更多，啊，葱的话涨差不多5倍，葱的话涨5倍，啊，然后奶油涨差不多20%，奶粉涨20%，啊，然后面粉涨10%。哦，几乎都是1层、2层以上的。米粉起价真强，而且国公要继续起肉包店嘛，挂咧起价进前先来进货，一袋米粉贴价悬悬，牛奶粉起价上强。虽然即马伫咧卖即个包啊、馒头拢无虾米利润，不过头家也是转金矿来挂保证，继续拢袂变。做生意的话要双赢嘛。我们只要赚一点点就好啊，客人的话也觉得说哦，买到东西是物超所值啊，所以我们决定维持原来的价格啊，回馈长期以来帮助我们的一些老主顾。10月份开始，电价沙拉油、牛奶粉传出拢要来起价，虽然让业者感觉是袂堪的，但是为着老主顾，业者也是爱好调的，让人客食到俗又够赞的烧烫烫肉包。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
今日因为台湾附近的这个水气增加，加上这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各地温度上低哦，拢会来到23度到26度哦，早晚拢会较凉凉哦，提醒乡亲爱特别注意，好来关心各地的天气状况。就是今日9月30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再会。为何啊心操烦？啊，杜维苏维顺西，努力啰嗦的镜头对调调。红心加味菇扫完，补血调血又养血。菇菇扫刀解心烦，养血够元气，调血保青春。已经大心来照顾咱查某人，红心加味菇扫完。目睭酸、流目油、看未清、看未明，红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心明目丸上有效。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酸背痛，脚手无力，顺中药较好，无副作用，强筋固骨头，让你脚有力哦。红星大雄丸，红星大雄丸，目睭酸、流目油、看未清、看未明，红星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星明目丸上有效。哎，来见客陪啦！上油啊啦，我袂堪的啦！你血爱痛啊啦！重油重咸，你血爱痛啊！果然吃冰段运动，你血爱痛啊啦！清血油，通血路，顺血压，吃血爱痛。红星血爱通，目睭若健康，人就顺服。较早我目睭真有乌影，目睭阁擦擦呢，这红星明目丸给我顾甲好势啊好势。咱有血人目睭会酸会涩会花会蒙雾，这红星明目丸真有效。好，你目睭实在有金，会晓经济，红星明目丸覆盖得志。乌桑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都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啦。嘿，唔较简单，吃大香丸就好啊。在这款年纪吼，顾身体就是在顾家伙。你讲吃啥货？红星大药丸啦、啊！吃大药丸就对了啦。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